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陈老师啊。发一局和朋友一起玩的躲猫猫啊。那么还是那句话，这个录音是后期配的，因为它录制软件不支持这我现在个孤独难同时录眠。制两个麦克风。游戏中的话，我好和小伙像伴是有交人流多的。的地方挺多的。然后我现在好后吧，期配行。啊，跟他们配合一下。我操，还给人干的哦！我的话是我选择了一个沙袋啊，沙哇，你袋。这个话这个沙小袋我了。感觉还可以嘛，哎，它还我变成操，了我油桶这一么个大！油桶，你本来。那堆黄色的沙袋，我觉得也还可以。我我选吐择了，一个这角么落大！去你给躲我起用沙来。袋去堆着我应呀！该躲在这个有沙袋的地方。哎，它变成这个绿色的箱子，我想的是这里啊。这里我躲在左边还是右边？躲在右边吧。我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，尽可能让它看起来稍微大一点。但是感觉它这个沙袋和游戏中的沙袋还好像颜色还是有点区别。你们已经有人挂了。好，就这样子了，就这样子。但是我感觉还是有点危险，对，我也不不敢操，再现变在其他的东确西，实万是一这给样。我变成一个大的话就不太好了。哎，我应该开局放几个诱饵的。你要一大堆沙袋里面去哎，躲着，就那往么上这样掉，子我觉真的，得你也也躲是不有点住。危险啊。但我也是赌一下嘛，他如果过来的话，你猜不我会是看什这么？边直接往前跑，有可能啊，我只是赌一下。这个很明显吧？我操，跳下来了，我看见。完了，大佬也没了。哎，没办法，我。陈大，你这个不行，我觉得。哎呀，我，哎，闪光，哎呦，我的天，我被你奶死了。完了，完了，你也哎呀，我完闪光是放了，出来，但是来不及陈逃的你了，也我没被了。你奶死了，我靠！最后一个，哎呦，牛逼，有点我会操！玩啊，对我面。操！这对人会玩。他是先放了一个诱饵，然后在诱饵里面藏了一个，变成了一个小车，是吧？这太那狠你这个，了！人家只要打到这个诱饵，就肯定会接着打你小车。他这个游戏主要藏的时间有点短。你要30秒就好了，因为你还得放诱饵，对吧？你什么都弄好，一般来说跑不到基地这边的来躲。但是没关系，咱们报仇啊！这一回合咱们把他5个全找出来，也把他们瞬秒。哦，咱们也顺爆他们。报仇开始啊！先这边一阵乱扫，先管他呢，先一阵乱扫。哎，我这边有扫到了已经，但我那时候没发现啊。哎，扫到一个。他放了闪光用出去了，绿色的一个沙袋啊！哎，我哎，刚才看扫到到有一了个绿在色的这动，个但箱子，人找不到他了。还不跑，还不跑，两个，我打掉两个，爽！我也找到一个。还是这边再扫一下啊，再扫一下，因为时间还比较多啊。如果有吹口哨的话，他们会告诉我的，他们会告诉我。我这边没有口哨了，这边没有了，应该这边已经打掉两个，应该已经没了吧。但是我还是搜一下，仔细一点，毕竟我是一个细心的男人，对吧？没有，我没听到。我这边，这边往二楼，我往二楼扔一个手雷啊，一个电视应机，该这边可能没了。等一电视下，机可以这个放沙哪？袋我得仔细观察一下啊。听不不是，到，没在这边。我这边，没有，我这里在吗？这，在我这里，在我不这里，不不，这，掉一个，在那边在二楼这是一个。吧？是，应该只有最后一个在我了。这里，在我这里，二楼，在二楼，来在那来边二来，楼，准备丢手雷。来，用手雷炸死他，用对，手雷炸死他他。一直跟我来，把他说，把来最后一个带走，应该没了。Nice，我用手雷还拿了一个助攻啊，不错不他错。一直在遛我，我也操，是好咱们也算是恶。报复了，也是把他们瞬秒了，拿了，我看拿了第几名啊，陈老师，第3名还不错啊，还不错啊，还可以啊，有网友来啊，那好的，那我们下个视频他再一见直了，拜在遛拜。我。